您知道一到一百的总和是多少吗？高斯数学王子，史上三大数学家之一，十八岁发现标准常态分布，现今统计学中大量使用。十九岁用尺规构造出正十七边形，为高斯最自豪作品。杨格数学，和您一起站在巨人的肩膀上。竹北自强三路七十一号中越地院旁，杨格数学教育集团，03-658-7931。小学到国中数学自然创客班热烈招生中。